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哥哥了，你要好好守护弟弟哦。我们家族从诞生起就一直守护着这棵树，我们在守护的是爱。爱就是责任。千万不能有事啊，太弱了，弱到我都不屑于杀他。对，闭上眼，别害怕黑天，我会陪在你身边。如果有下辈子，你来做哥哥。从现在开始，该我叫你哥哥了。我绝不会让你再死一次了。别高兴得太早，我要用更厉害的招数来招待你。我才是这儿的主人，要招待，轮不到你。你可真的要小心了，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。现在我可以好好陪你打。连王炮，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高等机灵人所拥有的能力，特殊融合。太让我失望了，无端的自大是要付出代价。出来玩玩吧。你就是传说中的武神区，休伤我主。懦夫，竟然让守护灵来送死！很惊讶是吗？一个人却不止一个守护灵。再告诉你个秘密吧，像这样的守护灵，老子一共有七个。这条罗刹街，说了算。神神鬼鬼什么的我才不信，要去哪里是我自己的事，会碰到谁也、真可惜，全弄脏了。我说的是我的外卖，全洒地上。黑钱、一共73.5毛。好可怜啊，人家膝盖都擦破了。那给你打个折，13块吧。征收现金，手残奴。
呀！怎么看都是个普通人啊，姐姐，你走进鬼门关了。笨女人，不是告诉过你走路的时候小心点吗？总是撞上不该撞的东西。啊！是你这个……出言不逊，吾等此次前来，伤脑筋，恶灵竟想爬到我头上。你想要罗刹街，是打算干我？一个将死之人，问那么多干？那可未必。震碎他！取烈焰又能奈我何？这亘古巨蟒与我同为恶灵，以一敌二，哼，自讨苦吃。
领头的，你知道灵玉为什么会选择人类来做镇魂将吗？换句话说，我有守护灵。他，你。震碎他！主公，有何吩？震碎他！遵命。再次放肆！诺儿，区区蝼蚁也敢再次放肆！如果还有谁想和你们的将军一样下场，那就来试一试。这条罗刹街，我说了算。因为在那一天，我见到了真正的王。鬼地方也有阳光啊。上车吧。啊？我送你回家，难道你想一直待在这个鬼地方？哦。啊。笨女人。哦。啊。
狂炮，雷光刃。雷光钻，震碎！坐稳了。是面墙，要救人啊！此刻却显得这么陌生。谢谢。石块。原来要是。